郝老师是我们这个月以来第一位客人。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BB 霜，我的 BB 霜都水油分离了。我已经习惯了，连 BB 霜都不擦了，不擦了。我是啊，我也不擦，不擦呀。这个真的像传染呀你。被遮住了。牛仔短裤，这个牛仔短裤跟我本来的打底裤有什么区别呢？哦，有和服，哇哦！脸不洗，衣服不换，在这儿购物呢。小鸡装，小鸡装跟绵羊装是异曲同工吗？查一下基因型是不是对的？你别笑我，这是很严谨的。你不解释一下你这是在干嘛吗？我在看杂交的攻略，我之前看的那个没有更新，所以全都错了。幸好我把所有的紫衣带全部都放到了专门的一个苗圃里面，所以我现在知道哪些是紫衣带。我现在袋子里的就是我的紫衣带的红色的银莲花。什么叫紫衣带？就是第一代从种子种出来之后杂交完了生成出来的就是子一代。哎，升起来干嘛呀？这就重了。我黄了，没黄了。你种其他的花没有这个经历，你只有在动森里你会这样研究。主要是我在现实生活里面养花全部死了。我的牛油果好像根长得很健康哎，酿了整整一个月了，快长出来了。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退步了。我在录呢。哎，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退步了。我是不是应该去做饭了？妈妈什么时候来呢？6点过，现在已经6点了。他每次都点部队锅，他对部队锅好有执念哦。我觉得是他没吃过你做的其他好吃的，就觉得部队锅已经是顶峰了。郝老师是我们这个月以来第一位客人。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BB 霜，我的 BB 霜都水油分离了。我已经习惯了，连 BB 霜都不擦了。我是啊，我也不擦，不擦呀。这个真的像传染呀你。我现在在家里除了运动服也不穿其他衣服了。然后你呢？你是不是直接睡衣？我等会儿换一个衣服吧。我经常我开会的时候我就上半身。上半身
人模狗一样的下半身一个睡裤。能看到我这个非常棒的衣服吗？警示教育，警示教育，教育。先说这段不是我的整唐老师，是真的素材到这里就没有声音了。这机器对唐老师太不友好了。对，怎么回事？那我来翻译一下吧。唐老师这个地方主要说的就是他点部队锅是因为他只吃过我的部队锅。他说哎呀，而且很久不见蒋老师，觉得长得特别帅最近，然后瘦了很多，整个人看起来非常不一样了啊。嗯，很棒。你录的时候可以这样就录的比较近哦。你看我的银行，哇，每个袋里面有99,000。呜，卖卖衣服卖身，身不是卖过了？对吧？怎么样，舒服吗，姜老师？对呀，太舒服了，这床。哎呀，舒服吗，姜老师？对呀，太舒服了。哎，真可爱，庞老师，我的表情更多好吗？请让我来。梅姐两个给庞老师笑一下。我有三四排的表情，我可以给你表演各种表情。哎，三色锦，三色锦，三色锦，帮我弄点回来。我连这个花都没有。哪个？三就这几个颜色，这个是红，这个是白。那我敲一株可以吗？敲。嗯，敲个粉吧。对，你快点回来吧，好吗？我是想看庞老师动物长什么样子，没想到就刚好。浪迹天涯的游子。哎，你把那拿开一下啊，正好有壳儿。哦，哎，你放上去就可以在这儿吃。哇塞，太爽了吧！我继续来。哎，我再看看我的袋子，哇，哇！哎呦，讲摄影师，期待你这一期的 vlog， 加油！好有压力啊，感觉不剪对不起庞老师今天使劲吃。然后人家对不起我今天扔了250万，身家800万，扔了250万。嗯，怎么回事？我手